终于到了演出的日子，大会安排了他们在早上进行实地的彩排。虽然好攰，应该都开始啊，十二点半咁就走上台翻嘢咯。要努力啲，开始努力噶，所有嘢都要跟足噶。朝早天气非常好，气温仲相当酷热。嚟唔嚟啊？未到啊。哦。但当是差不多人齐的时候，现在就真的天公造美，即是昨天就相当好天气，今天就可能是雨就会阻了我们的进度。哇，现在落雨，希望不好啦。因为雨势太大，原定彩排需要押后，但是他们仍然进行练习。甚至没有被落雨影响到他们的心情。明明是水手来。这场雨越落越大，再加上有些队员要翻工，所以场雨如果再不停的话，他们的彩排可能就要取消。听天由命啊！呢啲叫你搞咁多嘢都冇用。但系过咗一阵，佢哋都系决定要上台彩排。OK。冇時間啦，嚟一次啊！喂，喺邊度攞呢只？就喺彩排嘅期間，大會嘅負責人突然出現。冇排啦，冇排。咁冇 rehearsal 嘅咯，今次呢個 show。冇問題啊，反正 OK 啊，都係咁咯，因為落雨，安全問題啊嘛，太危險啊。個 rehearsal 唔順利，咁啊，去到一半咁啊，叫翻落嚟咁啲嚇。好難配合啊！咁因為有之前好多次都 confirm 話有 rehearsal， 話可以 OK， 咁嗰度純粹係一個台嚟啫嘛。你冇音響嘅，咪我哋帶音響上去咯。咦？變嚟有得唱歌加跳舞喎！我哋全部撇到成面都係水，咁樣去喺嗰邊夾硬都要 rehearsal， 佢哋嗰啲要翻工翻學又剩嗰啲過曬鐘。都是很想去為了去踩一踩個台嗰下心。如果做不到的很可惜，因為其實台前幕後啊，無論文化局啊或者表演者，他哋本身都準備了很多東西。如果突然之間話取消咧，對於他哋本身亦都有個影響啦，心情有影響，因為他哋很辛苦咁樣去籌備，就係想演出啦。咁另外市民咧亦都係少了一個很好的節目啦。問題係個責任個 feel 咧。後面有20人在這裡，他們努力過那些事的時候說是不容忽略那麼大的，我覺得他們即最傷害是他們的。如果是這樣，我們都盡量不希望取消的，盡量都是希望堅持下去。希望順利，沒有跣親，我們都挺濕，都 OK 濕啊，都佢啲水逼出嚟。大概六點鐘嘅時候，雨開始慢慢咁停落嚟啦。見到台上面嘅人盡力搶救緊，有希望。而大會最終決定繼續今晚嘅演出，所以大家都立即爭取時間練習。因為落雨，舞台上邊嘅地氈變得非常之濕。所以跳霹靂舞的 B-boy 覺得很難在台上跳舞，他的事咯，他配合我們，甚至產生過想退出的念頭。不要拆散個 show 啊！不要想這些事情拆散個 show 啊！突然之間有人說，不如 cut 了你那段吧，
cut 咗我哋 B boy 嗰段啦。我就係聽到佢哋話三個方案啫，而家喺度，其中一個就係走人。我就係知道，如果佢揀走人嘅話，就 kill 佢曬全部。可能喺十五分鐘裏邊嘅話，抵消曬之前嗰啲嘢，我唔制。喺距離表演仲剩翻十五分鐘，阿 Jun 仍然未諗到解決嘅辦法。突然間 ，B boy， 等人有新嘢，佢哋話。而家咪黃色圍欄嘅，全部黃色圍欄噴前，佢哋嘅 B boy show 喺地下下邊，佢哋鋪地膠。咁樣就係話咧，可唔可以 OK 唔喺個台嗰度啦？我哋本身亦都有地膠，咁我哋直接鋪喺地下嗰度，就係 B boy 嘅位置去做。嚟，佢企喺嗰度，企喺嗰度，一地膠一嚟嘅即放。你知道。當大家得到共識之後，表演終於開始啦。點樣都好啦，好多風風雨雨，好鬼死多嘢，淨係想今晚我哋盡情玩翻晚好唔好？一、二、三，一個。我好慶幸，原來我揀咗一樣嘢，我係忠於嘅嘢，直至依家都仲未放棄過。我開唔開心，點我都係開心。人只有得一世，不枉此生啊嘛。第一 group 人一齊跳舞嗰陣時候，你所得到嘅開心係第二啲人感受唔到嘅咯。雖然我屋企真係我唔贊成又喺度話呢啲嘢係冇用啦，但我覺得佢哋其實可以扼殺我自己嘅興趣咯。好希望見到年青人能夠為咗佢嘅理想去有個有份執著，有個堅持。但係呢個執著同堅持唔係一個人，係一個團隊，係一班大家一齊合作嘅人身上，而唔係單單淨係要你支持我，我去讓人哋支持。其實唔會有人知道呢班年青人到底會唔會成功。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，就是他们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付出过。